听完刘东家上海一把台方言准点秀跟三立唯一一档方言生活福利栏目，有上港100%纯芝麻，有特邀播出个提报东家。台港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听相应动人情，更多精彩就在今夜个提报东家。咋些了个呀？今夜个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变下作业变树叶，西安是内卷不得接，光绿升级好方便，医生维修的不对劲，引发故障修有因，天气故障是否因？随着呼吸道功能性疾病高发期这个到来，好多小朋友啊身体不舒服发烧，好多医院的耳朵是冷门未分啊。最近呢，关于西安是一边输液一边下作业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真的没想到现在小朋友们的学习都这么内卷，当然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今夜我们就来玩一玩这个问题，可太尬都是弄啊。在一幅照片中，几排长桌摆开，孩子们一边坐着打点滴，一边做作业。在另外的视频中，医院还开辟了作业专区，在这里所有孩子都保持左手打点滴，右手写作业的状态，而家长则在一旁负责后勤工作。对此，不少受访者表示，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并不支持。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的作业写的时间很长，很纠结，没有办法。但现在你比如说现在卷的比较厉害，太厉害了。很多家长也很着急孩子学习，这个焦虑也是正常的。觉得大家都在学，就你不在学，那肯定他会担心。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家长应该把孩子的健康放第一位，而不是说既要担心孩子健康，又要把学习不能落下。其实是让孩子先休息，因为孩子压力太大了，现在也是，是吧？学校给孩子们的压力可能会多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这种情况下他写也写不好。有过类似经历的学生也表示，带病写作业效率其实并不高。我干过这种事情，就是感觉每次干完之后效率并不高，并且还特别累，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因为打点滴的时候可能脑子不会特别清楚，所以写作业效率就并不太高。我觉得应该先休息，之后再写作业效率更高一点。北京市教委发文提出，一切应以孩子身体为重，学生患病期间作业一律不做硬性要求。该消息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家长们的点赞。这个我觉得挺人性化的，你哪怕过后再补回来，等孩子好的状态好的时候再补回来，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啊。很及时，很支持，这正常应该孩子应该有病了先看病嘛。只是说缓解一下吧，但是看家长个人的这种状态吧。学生生病期间放下学习上的事儿，以健康为重是常识，更应该是共识。然而近年来在医院写作业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2019年，南京同仁儿童医院在输液室旁就开设了一个作业吧，方便来吊水的学生写作业。今年5月，江苏南通一萌娃医院隔间边打点滴边写作业的视频冲上热搜。那么，孩子健康第一的共识为何在落实中变了味儿？责任到底在谁呢？这个责任的主体呢，可能是一个多主体，比方讲这个老师，可能因为家长的要求，他不能不布置作业，是吧？而这个家长呢，可能担心自己孩子学习赶不上，学业赶不上，他也是被动的参与者。事实上，除了生病写作业外，这几年社会上也出现不少教育行为和教育导向相反的情况，比如教育政策搞双减，家长还要走灰色门路报补习班；教育政策不搞排名，家长还要千方百计打听孩子成绩排位。专家表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还在于教育评价理念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个评价呢过于集中，一个是权力过于集中，第二个是标准过于单一，最关键的就是要给一线教师评价学生的权利。那么这个他就可能多样化，他就不会根据一次作业两次作业来评价这个学生，而是根据这个学生一个年度或者更长时间的表现情况来评价这个孩子。因此专家表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支起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当规则改善了，赛道拓宽了，才能切实改变教育行为和教育导向的错位。如果说不推进多元评价体系的改革，不跟学生创造多元的成才选择，那么学生就很难从学业的内卷中解放出来，去推进整体的教育评价改革，为学生创造多元的成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到我们关注孩子身心健康的育人的本位，注重长远的
就是以人为本，要看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他的差异来做评价，不要求他绝对的要学到多少知识。这个呢，可能是从总体上更适合中小学生的成长发展，也更有利于培养健全的人。皇上皇的三十年是一条寻找答案的新路，一路寻找，一路成长，一路繁花盛开，三十载坚守，风华正茂。夜深了，总有繁忙的身影勾勒生活的轮廓，总有不懈的付出点亮城市的微光，点滴微光汇成光明。江西都市频道联合光明乳业推出特别公益活动城市微光，以光明的力量照亮深夜，守候温暖。地保当家栏目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赞助播出。黄家村欢迎回来，思想万发动，今夜带不动，好吃好玩好逛逛都在地保当家。你发现吧，只要一降温，我就发现好多美女啊，都会选择性的穿上我种光腿神器，也就是一种打底五个四万。但是最近呢，光腿神器危害有多大？警惕光腿神器美丽陷阱，等等法力频繁诞生了热搜。那么说我又问了，光腿神器到底有些危害？光腿神器指的是类似打底裤的丝袜，因为颜色和皮肤相近，给人一种大冷天还光着腿的错觉。随着近期气温骤降，光腿神器再次走俏，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电商平台上不少店铺的销量都达到了10万家。这种打底裤确实不错，既可以搭配大衣，又可以搭配裙子，几十块钱一条，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虽然有点勒脚，但你想要美观的话，穿着它还能有塑形效果。女孩子穿是为了好看，我觉得光腿神器其实穿着并不舒服，之前穿过几次，现在很少穿了，因为穿着有点冷。而在销量暴涨背后呢，有消费者在网上吐槽光腿神器的紧绷感和压迫感太强，堪比刑具，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有人甚至被勒出了甲沟炎。因为压力过高，可能会引起下肢的供血不足，然后会继发引起这种脉管系统的一些病变，比如说静脉曲张。同时呢，因为它并没有足够的保暖功能，可能会诱发一些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在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因为美而丧失了对身体的一个健康保护。这段时间啊，医院皮肤科门诊就有不少年轻女性因为穿光腿神器导致下肢或者腰部出现皮肤过敏前来就诊。它的所含的材质呢，可能有一些氨纶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化纤的一些成分，跟干燥的皮肤贴得很近的时候，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摩擦，产生一些静电，然后呢产生皮肤的干燥、脱屑、瘙痒。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就是感觉明显的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棉裤袜的一些使用。其实我觉得这个美一定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如果说以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的美，那是平淡的，甚至乎还不如先投资生命健康，换来所谓的美。这些做法应该改一改，变一变，大家都要好为接受自己。健康自信这种好感才是真正美的核心。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马上回来。皇上皇的三十年是一条寻找答案的新路，一路寻找，一路成长，一路繁花盛开，三十载坚守，风华正茂，更放心。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大米，只选用新鲜的大米，
天赐美食，粒粒新鲜，长康绿泰大米，新鲜的大米。暖冬滋补，实惠购。12月13号到31号，就来江西二套第七届滋补养生节，媒体搭牌，场地直供，正品保证价一罚十。80桶文山三七，每斤仅需99元。西洋参每克5.9毛，铁皮石斛每克1.5块。江中大品牌灵芝孢子粉，买一盒送一盒。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1楼都市严选。嘘，夜深了，总有繁忙的身影勾勒生活的轮廓，总有不懈的付出点亮城市的微光，点滴微光汇成光明。江西都市频道联合光明乳业推出特别公益活动城市微光，以光明的力量照亮深夜，守候温暖。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三分马拉松就三分游动，更多精彩我们接着分享。秋冬期间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啊，当然因为秋冬期间啊，各个天气比较冷，空气干燥，跟各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方说天气引发的火灾。据说呢，各占到所有火灾的30%，天气是导致火灾的首要原因啊。那么应该怎样防范天气火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玩一玩。电器火灾是指由电器故障引发燃烧而造成的灾害。在家庭生活中，电器火灾的成因主要和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电器线路，二是用电设备和器具。常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短路故障，家中用电设备因绝缘损坏、电路年久失修、操作失误等原因均会造成短路，短路产生的热量会引起燃烧，从而导致火灾。选用线路或设备不合理，线路的负载电流量超标，用电设备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等，也会引起线路或设备过热而导致火灾。此外，如接头接密不牢或不紧密，触动点压力过小等，使接触电阻过大，在接触部位容易产生过热而引起火灾。大功率用电设备使用时，如缺少通风散热设施或通风散热设施损坏，则会造成热量积蓄，从而引发火灾。还有一些电器，如电暖器、电熨斗等，未按要求使用，在附近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或是使用后忘记断开电源，也可能导致火灾。防范电器火灾，在购买相关产品时，应选用带有出厂合格证和 3C 认证的产品，拒绝三无电器和配件。居家环境要注意防湿、防热、防腐、防外力破坏，避免线路绝缘层老化失效，记得定期检查线路和设备，及时更换老化部件，也可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或熔断器等，确保用电安全。此外，使用设备时应注意不私自改装，不撕拉乱接电线，不随意增加用电设备，注意散热以及远离可燃物，尽量避免老人和孩子独自用火、用电、用气。造成电器故障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线路，第二就是用电设备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各个线路跟设备啊，及时的更换老化的部件，也可以安装各个漏电保护装置、复杂性熔断器等等，可保用电安全。千万不要私自改装、乱拉电线啊，不随意增加用电设备，注意散热以及远离可燃物，尽量避免老人家跟新儿子啊独自用火、用电、用气，注意使用安全。好，接下来我们来玩另外一个话题。在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有好多特有的植物。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一种属于我们中国特有的雅果啊，有着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跟药用价值，被誉为维 C 之皇的刺梨。刺梨是蔷薇科多年生落叶灌木缫丝花的果实，多生长在向阳的山坡、沟谷、路旁以及灌木丛中。叶片为椭圆形或长圆形，花瓣有单瓣或者重瓣，
大多淡红色或粉红色。刺梨性平，味甘酸涩，它归脾胃两经。它的功能主治呢，主要有消食健脾、收敛止泻，用于治疗一些食积浮胀和泄泻的作用。刺梨是一种我国所特有的野生水果，其果实呈扁圆球形，外皮密生小刺，果肉脆酸甜，因树上和果子上长满小刺而得名。刺梨有浓郁的香气，被誉为维 C 黄，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的10倍，橘子的30倍，更是苹果的500倍，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刺梨是蔷薇科蔷薇属植物烧丝花和单瓣烧丝花的果实，具有健胃消食止泻的功效。贵州民间还认为刺梨呢具有滋补强壮的功效。您知道吗？刺梨的果实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具有提高免疫力、治疗败血症、防治三高等多种功效和作用。现代研究表明，刺梨中的有效成分呢，具有促进胰腺液和胰酶的分泌，加速胃肠的排推，增加胆汁及胆汁内固体物质的分泌，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抗氧化，保肝，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改善慢性氟中毒等等的作用。目前呢，刺梨在临床上呢，主要用于治疗婴幼儿的秋季腹泻以及维生素 C 缺乏的疾病。刺梨的果实可以生食或者加工使用，它有很多种吃法。刺梨去掉外皮上的小刺和内部的种子，可直接使用，这样保留了原汁原味，最大限度地吸收营养成分，还可以制作成果脯、果酱和果汁使用。此外呢，植物烧丝花和单瓣烧丝花的花叶以及根也可以供药物使用。刺梨花用于治疗热疮、外痈，刺梨叶呢用于治疗一些热毒痈结、痔疮、暑热倦怠、外伤出血。刺梨根呢用于治疗胃胀腹痛、泻痢、遗精、崩漏、带下、痔疮、出血等等。别跟我压果子写写最差，但是就有太大的能量。人员县呢好多年都是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的，大家都不认得。现在刺梨的功能跟作用慢慢已经走出了泰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得。未来这个作用还会做更多的开发，服务于每一位。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期间好多人都会头痛的问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医学上称为变应性鼻炎，是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接触过敏源后引起鼻黏膜非感染性炎性疾病。症状包括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堵，症状变化很大，按病人与过敏源接触时间长短、接触数量多少以及当时病人的机体反应情况而定，病情可轻可重，发作时间可长可短，来势可急可缓。过敏性鼻炎呢，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病，尤其是在秋季在北京患者的发病人数非常高。有统计，过敏鼻炎在人群中可以高达40%。那这么大的一个患病率，那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过敏性鼻炎是所有疾病当中5种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世界各地的发病率不同，是一种富贵病，在越发达的地区、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患病率越高。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发病率迅猛增加。在秋季花粉飘落期，耳鼻喉科门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能占大约一半左右。专家介绍，过敏性鼻炎不是单一鼻子的疾病，除了鼻部症状，还会引起流眼泪和眼睛瘙痒、耳部瘙痒、咽喉瘙痒、鼻炎、嗅觉减退、中耳炎、鼻窦炎、喉头水肿、哮喘、睡眠障碍等，对我们的工作、学习、睡眠、情绪、社会活动都会产生严重影响。过敏性鼻炎它不是一个小问题，看似是一个小鼻子，对我们患者的全身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严重所以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诊。专家介绍，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不推荐手术治疗，因为过敏是患者体质的问题，而不是鼻腔结构的问题。手术不能改变患者的过敏状态，不能彻底治愈过敏性鼻炎。
但有些特殊情况的患者，如过敏性鼻炎伴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鼻窦炎的患者，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可考虑行鼻中隔偏曲矫正、鼻息肉摘除手术治疗。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病人，保守治疗没有效果，患者的症状非常重啊，患者非常痛苦，那这种病人我们也可以考虑做一个叫神经的阻断，像一管神经的切断，把这个神经切断了，患者这个鼻腔的敏感性降低了，对他缓解症状也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这种手术呢，不是适合每个病人。王民教授介绍，鼻甲肥大明显、鼻堵严重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也可选择下鼻甲等离子消融手术解决鼻堵。遗憾的是，目前对于过敏鼻炎尚无根治的方法。所以对于过敏鼻炎，我们应该遵从科学的一个治疗态度，采用我们所谓的四位一体的治疗方法。四位一体即患者的教育、避开过敏源、药物治疗、免疫治疗。虽然过敏性鼻炎还没有绝对根除的方法，但通过在正规的医院进行规范治疗，可以让患者避免过敏性鼻炎的困扰，自由呼吸清新的空气。过敏呢，实际上是体质上的问题，而不是脾气上结构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通过做手术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更多的是做好预防，隔离过敏源，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这样才可以真正的防改过敏性的鼻炎。好，接下来的时间是甜品故事，今天我们要介绍两色甜品，主打一个简单，制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哪怕行踪赖在屋里。都没煮过过，也可以轻松搞定。我们用的原材料有酸奶、鸡蛋、白砂糖、玉米淀粉。首先，我们取两个鸡蛋，这里我们加一点醋，将酸奶倒入其中，放一勺糖，再加两勺玉米淀粉，然后我们将它搅拌均匀。碗中我们均匀地刷上一层油，把面糊倒入其中，放上你喜欢吃的葡萄干，用保鲜膜包裹好，戳上几个细孔，放在锅中水蒸30分钟。这款软糯香甜的酸奶蛋糕就制作完成了。别个不话啊，你讲搿只酸奶蛋糕连烤箱都不需要啊，轻轻松松就搞定了一只松软香甜的蛋糕。搿么好个方式，别个地方可能找不到，所以我们个节目能超过你定个，只要那个方式点赞收藏。好，接下来是美味家常菜，马上炖上炒。今天我们要注意啥开胃的下饭菜：酸萝卜炒百叶。酸萝卜炒百叶需要的原材料有：牛百叶、酸萝卜、生姜、大蒜子、小米椒、香菜。牛百叶下锅焯烫，微微打卷，立即出锅沥水备用。泡好的酸萝卜挤干水备用。起油锅，爆香生姜、大蒜子、小米椒，来一点豆瓣酱炒香。再来一些啤酒增香，米酒、生抽、蚝油也是增鲜必备，下锅炒匀。调味需要盐、鸡精、13香、胡椒粉，下锅炒匀。味道调好，牛百叶就可以下锅了。紧接着是酸萝卜，迅速的翻炒入味。最后加入香菜配色增香，待锅中味道融合，酸萝卜炒百叶就可以出锅上桌了。别的东西，我这个人就一个往肚子里点口水，哈哈。因为这个酸呢，这个口感呢，一下子就会让那个胃给打开，酸酸爽爽，薄脆，喷香，口感真的是让人爱不释口。如果你最近胃不好，这个人你真的可以爽一爽。好，接下来是肚子点点了，健康愉快了，家人们都准备好了，牛乡亲们，三秒点着。家乡的山地。
在我心里，深情的歌声描绘你的美丽，只为让你永驻我心里。有了优美的舞姿，还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姐姐们给我们展示了广场舞脱胎的美丽，夹得屏幕我们都喜欢，希望你们经常来。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经常头晕头痛又清血，经常胸闷气短又清血，用清血八味片，血液粘稠堵塞血管，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容易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270余年清血古方，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专利。清血八味片助您血液清、血管通、心脑好，头晕头痛又清血，胸闷气短要清血。清血八味片，认准猛奇牌。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请注意，肩周炎关节炎可以贴，颈椎病腰椎病可以贴，腰肌劳损软组织损伤可以贴，哪儿痛就贴哪儿，好用还舒服。江中本草远红外骨痛贴及远红外疗法、热敷疗法为一体，24小时持续治疗，直接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以热驱寒，赶走湿气，驱逐寒气，疏通经络，哪儿痛贴哪儿，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网球肘、腰肌筋膜炎、腰肌劳损软组织损伤所致疼痛的贴敷治疗。肩周炎、关节炎痛，颈椎病、腰椎病痛，腰肌劳损软组织损伤痛痛痛痛，贴贴贴，颈肩腰腿痛，请用江中本草远红外骨痛贴，哪儿痛就贴哪儿，好用还舒服。江中大品牌，值得信赖。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再好的本事也要靠个好身体。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痛啊！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药材好，黑老虎、牛达利13味药材。舒筋健腰丸，强筋骨，驱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对症。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皇上皇的30年是一条寻找答案的心路，一路寻找，一路成长，一路繁花盛开，30载坚守，风华正茂。好，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再见了。我的新美女啊，我们点本纯点奉献，有创光100%纯芝麻，有特邀播出个提宝当家。我下次明天老师干向各位锁定广西学堂，开心快乐管提宝。明天再见，拜拜。葱香腰花需要的原材料有：香菜、生姜、大蒜子、小米椒、葱花和腰花。第一步，腰花下锅焯水，焯至腰花打卷变色，立即出锅沥水备用。香菜垫底儿，腰花装盘，我们来制作拌料汁儿。